哎，喂，你好，房间帮我送两瓶水，谢谢。这么快啊？来啦！你好了吗？啊，我马上就收拾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好像我不是故意看的。我啊，你那个衣服湿了，我洗好了给你吧。啊，那我直接去KTV 等你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刚烧的热水，这个是怕你感冒，吃了吧。谢谢。那我现在去换衣服，我收拾好了，马上去找你，等会啊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